女生宿舍偷偷摸摸的小动作。哎，我充电线咋不见了？我才买的原装啊！昨天好像就轩轩找你借了。哦，对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借的时候忘记还了。不找你就不吱声，你咋那么会藏呢？哎，这根不是我的，我那根是新的。可是我拿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呀。那把你的那根给我看看。给就给，我跟你说，我上面一直有这 X 的标记，你别冤枉我。你刚刚张天好像没有说过他的话了。轩轩，还你！哎，啊，小童，你又买新包包了呀？嗯，挺好看的，在哪儿买的呀？贵不贵啊？别人送的，不太清楚。人好了不起。妈，小童有这个包，我也要。张亮，充电器再借我一下呗。不借。哎呀，我下次请你吃东西，你就再借我一下嘛。咋了？我傻呀？你可着我骗？哎呦。我说到做到吧，你借我一下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给。哎，富贵，你也是尝尝，难得占到轩轩的便宜。张姐好了没？哎，你再等我会儿。你们这是怎么了呀？啊，我和张姐好像吃坏东西了，拉了一下午。怎么了？哎呦，我都拉虚脱了，还扔什么垃圾啊？赶紧的，扶人去医院。我送他们去医院，一会儿阿姨查寝的时候你解释一下。嗯。反正你包那么多，换一个也不会发现的吧。没事吧？别提了，输一晚上夜，我人没了。哦，谢谢童姐，我饿死了。乖，以后吃东西注意点。可是我这两年吃的都是食堂。对呀，我们也没吃啥垃圾食品啊。啊，你们都累一晚上了，今天垃圾就我来倒吧。哟，轩轩今天转性了。小童，快拦住他！这些都是过期的。轩轩，我说你怎么主动倒垃圾，合着是销毁证据？哎，你们可别什么都怪我，我怎么知道它过期了呀？你干嘛偷包啊？不是图书馆没有位置了，麻烦你包腾一个位置呀。你知道这包多贵吗？随便乱碰。假的还当个宝贝？你乱说什么呀？不知道别乱说。图书馆禁止喧哗，不知道吗？不看书出去。喂，哎，萱萱，你的朋友圈什么情况？怎么跟我给你买的不一样啊？假包变真包，当然不一样了。什么真包假包？我给你买的就是真包。行了，别嘴硬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啊。反正现在是真包就行了。哎呀，那是我在专柜。哎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是不是有杜毅的联系方式？你找学长干嘛呀？他送我了个包，我本来以为是假的，结果没想到居然是真的，我还给他。怎么可能是真的呀？谁知道呢？逛街的时候专柜说是真的。这个是你的，你那个是我的。解释一下，那天你送张宁和富贵去医院的晚上，我给换了。就你会偷偷摸摸，这只有你知道，又没人能证明。真的是我的呀，是我妈给我买的，她说她在专柜买的呢。不信。喂，妈，那个包是你在专柜买的吧？哎呀，你咋还不信呢？你们送那个小童那么多包，我寻思我女儿也不能输给她呀。妈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给我机会说了吗？行了，别弄坏了啊，我打麻将了。还你也可以，但是张金和富贵挂水的550得你出。哎，是他们自己吃坏肚子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
那不还了？啊，给还不行吗？收到了，还你。小通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对，真的让这铁公鸡拔毛了。哎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真包还是假包？还要我去专柜做鉴定吗？你们合计我来骗我？骗你？我要真骗你，就不把真包还你了。当女生宿舍停电，哎呀，还有半个小时停止交作业了，张琪你快点啊！你催啥催呀、啊？ WiFi 不行，我能咋整啊？30-40K 的急死个人了，我把空调温度调低点。哎，不行，28度已经很高啊，我体寒，空调吹都会感冒的。哥，你冷，你穿个衣服呀。哎，凭什么我穿衣服呀？你本来空调吹多了就对身体不好，这怎么那么自私啊你啊？这是咋了？停电了，什么情况、啊？哎，隔壁宿舍好像是大家都停电了。好、啊，现在谁也别用了。哎呀，我的作业！你可以用热点啊。哦，对，完了，吓死我了。我还有，要不你连我的吧，密码是1-8。哦，那你也借我连一下嘛，我明天就回家了，我票还没买呢，真的很着急啊。好吧。你啥时候来电呀？阿姨有没有在查呀？群里阿姨说已经在检查了。哎，张静，你水甩我身上了！你不热就别在窗边站着呀！我怎么了嘛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刚要不是你，我也不至于电脑传一半呀。找到了，我之前买了个电扇，你们插电脑充个电应该还可以用的。哎呀，富贵，你这救了我狗命了！虽然还是很热，但也能凑合用吧。不知何处是他乡。哎，富贵，我流量也不够用了，就够交个作业的。行了，富贵，有长进啊！你们，哎，干嘛呀？你拿我电脑当充电宝，我作业还没交完呢。那你电视也不要吹了，给我手机充会电。让我插上，你也别弄了。这下你满意了？电脑没电了，期末成绩全没了。不就是一门选修课吗？什么叫就一门选修课？你凶什么呀？什么态度啊？张子轩，你会不会太自私了？明明是你先不让我充电呢。我忍你很久了，你再这样我绝对不会忍你了。是我，我刚刚在宿舍用吹风机跳闸了，阿姨说要挨个宿舍检查，我来你们这躲会儿啊。原来就是因为关关你啊。害得全宿舍都停电，怎么了？这是我呀，呱呱！你们怎么啦？哎！当女生宿舍帮舍友追人。哎呀，不去，你自个儿去吧，老找我。又是白羊啊！你总拒绝他，他会不会伤心啊？这个天我陪他出去喂蚊子，我才伤心呢。成家，哦，我帮人家买杯饮料子。别客气，你又动啥歪心思啊？哎呀，张静啊，你不是跟白羊熟吗？你帮我摘下呗。你不是有流星了吗？分手了呀！哎，张静，你就帮帮我嘛！你要是不答应，就是你也喜欢他。你搞没搞错？我跟他是兄弟。哎呀，求你了，张静，你帮帮我嘛！你帮我嘛！好，帮。不过他答不答应，那是他的事儿。行啊，你赶紧的呀！干嘛呀？帮我问一下白羊喜好，让哥了解了解他呀。自己不会问吗？哎呀，我跟白羊不熟，他要拒绝我，我很伤心的呀。你快赶紧的帮我问一下。哎，干什么下去？你别上来呀！我帮你问。怎么什么都靠我呀？哎，张静，白羊喜欢什么？你问了没呀？我想赶快找点共同话题嘛。嗯，他最近跟你一样，都在玩开心小店。男生也玩吗？他不是表演去了吗？老师不让他多吃甜食，但他又喜欢，所以他就来开心小店里看咖啡店里的各种美食甜品，过过眼瘾啊。那他 ID 是多少呀？啊，那正好我也加一个，你们舍友联盟啊，我们可以互相配配菜什么的了。什么意思呀？你们怎么是情侣名啊？那小店装饰都同款风格的啊？真的呀，都是森林风的咖啡小屋，招的特色员工都一样。你说怎么回事？他就看看甜品，其他都照我弄的。要我相信你也可以，你帮我约白羊出来玩，我会给他准备无糖蛋糕的。哎，快一点，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别催了。谁让找我有点事情，蛋糕你帮我交给白羊吧。啊？什么？
一定要帮我把我的心意带到。萱萱，那个白羊没收你蛋糕，这俩可以留下自己吃。哎，这是白羊会送给我的娃娃吗？哎呀，真可爱呀！张静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不是，萱萱，你不是你想那样，你听我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呀？假惺惺的帮我，根本就是想我里外不是人。不是你求我帮你的吗？我看你根本就是喜欢白羊，就是想看我笑话，你就是故意的。对，我就是故意的。喂，白羊，我接受你的告白了。你太过分。谢谢萱姐，还是萱姐靠谱。真好骗，这也就富贵和张静能被你骗。